8月22日，由赵本山执导的《刘老根4》现场花絮在网上曝光，赵本山亲自下场给演员做示范，把旁边的群众演员都给吓一跳。63岁的赵本山直接走到大幕门前撞门，虽然只是示范，但他也非常敬业，因为磕得厉害，赵本山额头上一片红色，还有明显的凹陷，让人看了就皱眉头。再加上他毕竟年纪大了，满头白发显沧桑，场面着实有点心酸。赵本山作为出道多年的喜剧巨星，不仅参加过多次春晚演出，他开发了刘老根等知名乡村 IP， 自己的公司也办得红红火火，财力也十分雄厚。不过即使资金充足，赵本山的身体也依然出现过问题。此前因为脑溢血做手术，赵本山的脑子里放了11根钉子，虽然手术成功，但这也让赵本山的身体底子大打折扣。如今他又渐渐苍老，健康状况只会让人更加担忧。希望赵本山在带来精彩作品的同时，也能多多注意保养健康，安度晚年吧。